十一国庆节马上到了，你们要去哪里玩呢？看看我们的房车，摩托车，沙漠去约个野，去一个沙漠，房车配合着摩托车，再配合一台越野车往沙漠里走，是不是超级爽啊？越野车也可以越野，摩托车也可以穿沙，房车可以居住，这样的配合玩着是不是很爽？T500这款呢，外观是一样的，跟这边这个，但是内饰完全不一样了。咱们走进它的内饰看一下，这个外观呢，依旧还是这样的外观，小桌板，户外电源，抽拉厨房、抽拉灶，红色的护杠，超大的储物箱。前方依旧是它的空调煤气罐的位置，贯通式的储物箱，这边这窗户就不一样了，这边多了一个大窗户，密码门锁。它的内饰一进来是一个后面厨房版的，这是一个抽烟机，这可以配一个卡式炉，洗菜池，卫生间放一个便携马桶，可以大小便，可以淋浴。这儿是个沙发，沙发可以变成一个单人床。这里边依旧是一个环形沙发，可以变成一个大床。这儿装一个隐私帘，可以变成一个独立空间。三面的大窗户配一个天窗，衣柜，两个衣柜，依旧大冰箱、微波炉、储物柜、吊柜。这边有个大平台，这个平台可以这儿挂电视、空调。控制面板、影音系统，配备了一个洗衣机，全自动的洗衣机。这款内饰你们喜欢吗？喜欢的点个赞，双击评论。